信，当年是最讲历史七九印记，团员放了七点半晚围成一口锅，也不知想是他和他和他老进，咱老百姓们今儿奔着这样的个性，千家万户响地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孝敬各级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了唱了多少都没开心，咱们老百姓啊，朋友们带着心大大的拥抱，水立方针，鸟巢光彩夺目，深刻的北京青春活动，激情豪迈，时代同行，感受国之繁荣强盛，感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沧桑巨变。2019年，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紧密团结在一起。祝所有的孩子们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祝家里的老人身体安康，祝现场的各位迎顺幸福，祝各位在2019的年度愿望都可以实现，相约2020，明年的此刻我们仍然在北京，一起跨年，一起迎接全新的一年。历史持久运气，团员放了七点半晚围成一火锅，人不知想吃啥喝啥的老劲。